人民文娱分享周深采访，以观点为主题，点赞周深对歌手影响力的看法。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盗窃。周深在2023 TMEA 腾讯音乐盛典采访中被问到如何看待歌手影响力时说，我觉得歌手的影响力有很多层，有一层是陪伴，还有一层应该是互助。因为很多时候歌手也要从歌迷身上去感受力量，歌迷总说谢谢歌手陪伴大家，但其实歌手也非常感谢每一个歌迷可以选中这个歌手，陪着这个歌手从一个舞台到下一个舞台，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事情。而且周深觉得作为歌手是沾了音乐的福，去用音乐感受世间所有的故事，所以觉得陪伴这个词实在太重要了。7月14日，人民文娱官微发文，以观点周深谈歌手的影响力为题，分享了周深的观点。虽然只是观点的分享，也足以说明了对其的认可和肯定。周深一直都是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他总是感谢粉丝选择他，陪伴他，总是叮嘱大家要好好生活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他总是责怪粉丝只看到他身上的光，却不知道这些光来自他们。他甚至说，粉丝如果有一天累了就去休息，等有一天想起来有一个歌手叫周深再回来就好。这样的周深谁不喜欢呢？你觉得呢？记得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并关注我，随时了解周深最新动态。